结合了碰撞和弹射乐趣的勇者的盆栽，每个角色都拥有独特的攻击距离，玩家要利用滑动的方式让角色移动和碰撞敌人，并让敌人笼罩在最多友方单位的攻击范围之内，制造最大的伤害。不过反过来说也是一样，如果对手在释放技能时玩家还来不及闪躲，或者是没清掉周围的敌人就孤军深入的话，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。因此如何利用地图谨慎控制敌我的距离，就是胜利的不二法门咯。